确实，那啥呀？哎，今天我们叫你怎么没说话刚才？这啥呀？哦，这篇文章是提出了一个是微软的，不对，是微软的提出了一个SPE 策略，然后它主要是先是对于大语言模型的信息，并且在外部环境中采取相应的行动是必不可少的。然后现在大语言模型使用工具主要是集中在大语言模型增加一些新的工具，或者能够让大语言模型访问多个工具。这些研究主要有两种设置，一种是上下文学习，通过给预训练模型展示一些 API 规范以及输入输出工具使用的事例，训练语言模型在对应场景下的能力。第二种是微调的方式，但是两种方法都有不同之处，都有不足之处。上下文学习的方法虽然可以保证大语言模型使用工具的灵活性，但是精度没达到生产力水平。而微调的方法虽然有更高的准确性，但是无法优化大语言模型本身使用工具的能力。就是这两种方法都不能让语言模型准确使用这些工具。像 GPT-4 这样比较先进的模型，还有专门为工具使用进行微调的开源模型，他们在使用工具时候的正确率仅仅在30%到60%之间，就还是不能达到实际应用中的可靠性要求。然后这篇文章，那么低吗？对，我记得之前我们看过，去年下半年我们看过很多很多利用工具的，好像我印对对。象中利用工具的，哦，他这里说准确使用，哦，使用工具时的准确率，就是用这个工具对不对？这个他是不是说的有点夸张啊？因为我们看的文章好像他们不可是这能么自个己吧。做的实验的方式不一样吧。对，我记得去年是只要用上工具的话，这准确率能够提高好多好多，是吧？对，也可能任务不一样。有可能是，有可能他只是选了他的任务，啊，再看看他的是怎样子的吧。然哦，后很他是容易说，上进了就。然后它是什么生物启发学方法？模拟事件和错误，就是一个试错的过程。然后这个方法，说是参考生物系统中成功使用工具行为的三个关键机制：试错、想象和记忆。先用语言模型的想象力来模拟使用工具的合理场景，然后和工具交互，从执行反馈中学习。然后还加了短期和长期记忆，用来提高探索深度和广度。然后这个模拟试错主要分成两个阶段：探索阶段和利用阶段。探索阶段，先通过试错，逐步积累使用工具的经验。就像这个图里画，首先在 A 这里，每次试验的时候，语言模型先想象一个和目标工具，就是目标 API 相关的一个合理的 query。然后尝试通过和与这个 API 交互完成这个查询，然后在最后，会对实验结果进行反思，然后再换下一个做实验，就尽可能的多做实验，直到模型认为 API 调用返回了足够的信息，或者达到了预定义的最大调用次数。比如说这个例子，就是要预测天气，然后首先 query。问这个地方一周内会不会下雪，然后对应模型会产生一个 fault，然后再调用 API，但是发现错了，因为这个日期形式给的不对，给了 1 week，然后又重新改了参数，又才重新调 API，然后最后得到这个预测结果，得到预测结果，然后response 有 final response 是说不会下雪，然后最后有个self reflection 说成功了。然后这样之后再开始第二次实验，就是换了新的问题，然后重新调用这个 API，就是这样调用很多次，尽可能多的次数。啊，那就是迭代试错，然后这个 response，然后再试错，这样子，听然起后来这好像些节好一点。同一个工具形成了这个短期记忆，就是短期记忆是针对同一个 API 一直做一直做，然后还有一个长期记忆。
就是记录了已经探索过的问题有没有被成功解决，就像是这个全部都是关于天气的，然后这个解决了，这个问题没解决，这个问题解决了。然后这个长期记忆它是用于新一类的场景，比如说刚刚是预测天气，然后现在可能要预测别的什么东西，就是开始这个新试验的时候，会先把这个长期记忆加载到上下文中。它的指长期导记忆模和短型。期记忆的差别是什么呀？我看看啊，短短期期记记忆忆是是对一个针对 API 同一个，对，啊。然后长期记忆是针对一个新的任务，然后用之前类似的去指导它。一个新的任务用类似的方式去做，看能不能解决，是吧？比如这个长期记忆里都是预测天气，然后那现在比如说要预测别的什么东西，它可能就把预测天气的这个，给它，看看能不能借鉴一下。这个能行吗？就是这个这么做的说。事情，这个 task 都不一样，这个为什么可以？可能类似吧。这个叫做长期记忆啊。对，这个叫长期记忆，就是它叫粗粒度的长期记忆。好吧，好吧，然后第二个阶段是利用段，就是利用刚刚在探索阶段获得的经验，通过上下文学习或者微调来增强使用工具的能力。对于每一个试验，先提取生成的用户查询，然后语言模型的最后一个 API 调用和执行结果，还有最后那个 response，然后再用 GPT-4，判断每一个示例的有效性。然后，如果这个示例有效的话，再对这个有效示例进行改写，就增加很多，增加多样性。这个是 GPT-4 判断的 prompt，就是这里列出了3点要求，然后看看每一点要求是不是满足。如果都满足的话，那这个示例就被认为是有效的。等一下，我再看一下啊，然后再看一下，它是通过它刚前面那个探索阶段得到的试验，被用来对，通过 context learning 的in context learning 的 example 是吧？就作为 example 了，是不是？对于每个试验提取生成的用户查询，最后一个 API 调用及结果以及响应，就是就每个是，example 的这样子对，然来后判让断每个 GPT-4 试验去的判有断效。是不是有效，并改写有效示例，为什么要改写啊？以就保持是在不要同 thread 里。增加很多示例。OK，并增加语言的变化。好，我明白了。这个是判断的 prompt，然后这个是那个让它改写的 prompt，哦，也就是说，我前然面后，试验出来的东西，我现在就是为了让它变成那个 in context learning 的 example，然后呢，但是我又要让它能够变得有效，是吧？对，就是增加有效的 example 的数量，然后刚刚说到有2种设置，微调和上下文学习，然后它具体在微调中。模型训练目标就是最小化工具使用和response 生成部分的损失，就别的都不管了，只要工具使用和响应生成。因为希望模型学习如何更准确的执行 API 调用，并且更合适的响应。然后如果是利用上下文学习的话，使用之前合成的用户查询和模型响应构成示例值，然后处理新的用户查询的时候会从这个示例值中检索和当前查询相关的信息作为 result 生成响应，然后提到用态最近最近动态最近零示例选择策略，就是计算语义相似度，然后动态的从这个示例值中选择的演示。那我觉得这个很好理解，对吧？因为它是 list对，example，然后它有个池子，然后这对，么多例子都是我刚才弄出来的，试做出来的例子。我现在放这个里面，我找这个新的查询的时候，我找这个选择出来的示例要最近，就语义相近对，更越高越放前面是吧？明白，这个好解决，好理解，好理解。然后，它实现设置就知道了，就是用 Tool Bench 中的 API，这个是 Tool Bench 是一个微模的真实世界 API 储存库，然后经过筛选，选择了50个免费而且执行延迟低的 API，这些 API 涵盖搜索引擎、特定领域的信息检索，还有问题解决 API。然后在探索阶段，用 ChatGPT，每一个 API 的探索阶段包括15个情景，每个情景
注射实验，所以在过滤和改写之前，每个 API 产生60个示例，然后再用 GPT-4 进行过滤。每一个 API 的15个示例被随机选择到测试集中，剩下的示例被改写成大概140个示例，所以这样一共155个示例，乘50类 API，总共大概有70个工具使用示例，七7000个，个，七千个，然后 baseline 用这些模型，并且比较他们有没有在 STE 情况下性能，还有这个上下文学习的设置，计算语音相似性，然后选择最接近的8个示例作为上下文示例。最后是有3个评估指标，真准确率，有效调用 API，而且没有语法格式错误的百分比，还有正确使用 API 的示例百分比。然后主要结果，这个先看 baseline，就所有的 baseline，使用工具的性能都不太好。GPT-4 是表现最好的模型，但是整体准确率是60.8。Llama 2和 Mistral 的表现要低很多，主要是因为模型在进行 API 调用的时候，没有遵循指定的语法和格式要求。这个 Tool Llama G2 是一个针对工具专门微调过的模型，但是和 GPT-3.5 和 GPT-4 相比，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表明针对通用工具使用的微调不足以达到实际部署所需的性能水平。然后 STE 你等一下，用了 STE 之后，你等一下，往上一个看一下，下面这些是啥？这啊，context 下 link 面这 with。些是下一页，就是下一页讲的，OK，好。一样的。这个 S 用了 STE 之后，这里是在上下文学习中的结果，这个是微调的结果，然后它在这两个地方表现的都提高了很多。在上下文学习中，Llama 2 Chat 13B 正确率提高了30%，超过了 Base 的 GPT-3.5 和 GPT-4。然后用了微调之后，这个 Mistral Instruct 3B 正确率提高了46.7%。而且超过了 GPT-4 的性能，这么牛啊！然后它的微调，我可不可以理解为他这个做法就是用循环迭代的方式去找到了比较合适的试错的例子，是不是？对，就是这个例子提供的非常好，对，就他其实在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把这个例子搞到非常高质量，然后他就那自然后面这个用工具的时候就我感觉这个还是在搞数据上面搞花样，就说其实我觉得大语言模型它就是两个方向，要么就推算力，要么就是数据质量提高。这方式搞来搞去就是把数据质量给提高，哎，就得干这个事。其实没什么创新，就是哎这呀，你样的这东话都西。不能讲，我去，这样的发到网上去，被别人看到我会骂死啊！我跟你说，低调点，再往下。然后这个fine-tuning 的方式比 SL 方式好，就是因为上下文其实只用了8个实例，然后 fine-tuning 是很用了。所有那个示例都给他了，就是说他的表现要更好一点。然后还做了消融实验，消融实验就是分别移除了，执行反馈、短期记忆、长期记忆、自我反思这些组件，让他们研究他们的影响，然后结果发现没有这效果都会显著下降。没有执行反馈的话，会导致很多格式不正确，因为 API 调用就没有遵循语法格式要求。然后短期记忆和长期记忆，会使这个 API match 降低，是对 API 的选择正确率影响比较大。我等一下有点然不理后，解，这个 where from 的是指什么？Where-form 的是 Where-form 的，就是哦，就是 API 调用里面的无语法错误的比例是吧？这个比例越高越好。然后这个 API match 就是是不是真的是正确选择使用了对的 API，明白了。就不知道为什么是问号，可能是，然后最后还有一个持续学习，和上周讲的就差不多，微调在工具使用方面会比上下文学习好，但是缺点就是灾难性遗忘。所以他们也尝试了持续学习的经验重放，是把这个工具分成了4个连续的 batch，然后在每一轮训练中，
从之前的 batch 中给每个 API 添加 10% 的工具使用示例，然后在每为了保持模型的非工具使用能力，每轮训练还会添加2000个来自 FlamV2 的随机示例。FlamV2 是一个高质量的通用指令数据集，然后这个 Llama Flam 是基础语言模型，Llama FT 是在 Llama Flam 基础上，在所有工具上同时进行微调后的模型。然后这个箭头左边的分数是，没有经验重放，右边是经验重放后的准确率。所以在没有经验重放的情况下，模型会大幅忘记之前学到的工具。Run 的数量越多，前面忘的越多。所以，就是说明，重放是指把以前这个做的那个例子重新拿出来，是吧？用了10%。对。说明经验重放的重要性。怎么突然之间还提了一下连续学习啊？跟这个对，跟他这个还提了一下这个，跟他的核心不搞啊？就最后短短的写了一下这块的东西。可能他们也做了这样事情，就是你这样用微调嘛，用微调可能那你这样的任何一个关于微调的工作，后面都可以提一下这个连续学习的事情。对，是啊，经验重放。然后这篇文章就是这样，用了一种抑郁的试验错误学习方法，然后启发式学习本质上就是在试错，方法是有效的，最后还成。没错，就反正就是讲了这个 Tour Bench API 中的实验，然后还做了经验重放。微调，